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你喜欢新歌吗？好了，你喜不喜欢很重要。你们的喜欢足以支撑我往下一个阶段迈进。接着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我要谢谢我可以被生出来，谢谢我有眼睛、有耳朵、有头脑可以思考，我还有一颗心，一颗心乒乓乒乓跳。不好意思，好像我想看到大家可以吗？拜拜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喽，谢谢你们在这里。接着是12月3号在台中 Legacy，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还可以再看到你。如果你没有办法前往的话，没有关系。希望你可以告诉你台中的朋友，欢迎他们一起来听我们的演唱会。我跟这一群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制作团队再为大家最后一次介绍键盘手昭元。吉他手小乐。和声关于。贝斯手小小。鼓手小潘，谢谢你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回去之后都可以睡得饱饱的，明天早上起床之后也可以吃得饱饱的，吃好睡好，创造美好是我现在的人生哲学。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这个夜晚，我非常非常的满足，唱得很快乐，谢谢你们的耳朵，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陌生的瞳孔探险》。
谢谢啊。